今天又新的一天啊，看我们车友，我们车还继续在这停着，车友他们都收拾车呢。看我们老吴啊，新疆的，这是老鼠钻在车里喽，看到没有，昨天晚上啊，这是我们停车的地方，这个整个的码头上，哎，底下这就是咖啡豆晒的啊，也快完了，因为到年根底下喽，人家也不晒了啊。这就是防疫站啊，抗疫情人人有责，这是镇上的啊。这个是港口的这个科普船，哎，这就是码头的全景，底下这些大桶的都是航标灯的，航标装航标灯的。朋友们啊，光刺看，这扎条上，这叫不，你不避免搁这美的也钻到你怀里了，是吧？就得到手吧，落到你怀里了。啊，坐，是吧？一拧，没有资料。嗯，你看，这是绳，必须要用这个绳啊。你看看，啊，扎条上必须用这个绳，腰拴腰上。这个第一步呢，把这一缠过来。看我这绳子被勒太长了，短一点就。来和你，好，这事儿，对吧？这，这个铁身拧紧，就 OK 了啊。户外还会扎条绳啊，这个人动手，去扎条绳，搞好环境卫生，没有工具怎么办？我们自己做，啊，八路军打仗的时候没有武器怎么办？向敌人要，啊，这来一点啊。扎条绳，朋友们，我们在外头自驾游、穿车，啊，这个环境卫生要保持好。没有工具，没有条绳，没有哨子，我们自己扎的啊。看看，掰的那个名儿，往那边看一看，拍个看看，就那个名儿，脚点啊，脚点以后，我们就这样扎上了啊。条绳啊，这个腰上绑个绳，就这样的啊。你看为什么斜叉的呢？都是斜的，都是拿斜的，你这直的不合适，是吧？这就是我做的条绳啊，看看，我老张头做的条绳，怎么样？这是条绳啊，想要条绳的啊，支撑啊。
哎，到这儿了，到外头了啊！自驾游的在外头啊，一定要保护环境。咱们没有工具、没笤帚不怕，自个儿做啊！这我老张头做的笤帚，看着吧，整个全过程啊，实景录像啊，看看这就是啊，那就是澜沧江啊，这个河也干净，所以环境我们一样爱护好啊，笤帚，收了啊。